OK， 好，女性配方这个更够力，不要排血，不要什么好排血的，全部二十一次了，听懂没有 ？OK， 女孩子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会有白带啦、子宫人啦，听懂没有？为什么你没有听过马来人、印度人有这样的问题？吃的东西，听懂没有 ？OK， 印度，马上把印度婆搬出来了。这个 formulation for women 啊，里面就有印度芦笋，它叫 shatavari， 听懂没有？OK， 它是挡格力剂，而且呢，补助生殖器官发挥适当功能，强化跟滋养组织，而且呢，抵抗压力带来的不良影响，听懂没有 ？OK， 然后呢，里面有土因子，就是曼加甘膦，能够控制细菌、酵母跟真菌。很多人会有阴道发炎啊，白带很多，完全都是因为有真菌，听懂没有？你吃这一罐一流，跟 EBO 一起吃更顶。听到没有？然后呢，它能够治疗损伤的组织跟增加性能力。野杜丹它能够收缩下体，而且呢能够调理组织收紧它，而且还可以控制过多的粘沫分泌。有一些它不能够受精的这个卵子，就是因为女性的阴道的分泌物太多，让到那个精虫游不进去。听到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就可以 control 它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里面还有槟榔，含有一种槟榔的碱，是生物碱化合物，对身心松弛有提升的效用，听懂没有？就是它会让你激情啊，听懂没有？会让女人温柔，明白没有？啊，温柔似水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有嘎尤舍拉拌，你一看到舍拉拌后面拉拌 ，OK。为什么叫 rabat 呢？因为它能够收紧阴部的肌肉，听到没有？生完孩子快点吃，明白没有？因为呢，收缩下体的黄姜，它能够有抗氧化跟消炎，所以有白带介绍这款特别好，没有白带吃它也更好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就是吃，所以你们介绍安迪安哥一定要介绍两罐，听到没有？一罐公的，一罐母的，听到没有？一罐一阴一阳。明白没有？两罐加起来也没有到100块，对吗？哈，很公道，很公道。所以你们一买就要买多多罐放住，薄膜线的时候，没有薄膜线也要买，很好推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很会卖这个东西的，不用做 demo， 不用讲。当然你做 demo 也没有人要看啦，你都会因为有人问我老师有 demo 可以做，我叫你做了，你现在下流。OK， 好，来。